克隆。2021年8月份，玛雅因为衰老离开了我们，但是2022年6月10日，克隆的玛雅诞生，玛雅又回到了我们身边。30天，包括到现在90天的一个不同时期的一些照片。请两位交换文本，历史性的瞬间，请我们现场的摄影老师帮我们记录下来。现场的嘉宾，往后我们继续下面的环节，往后第二个环节我们还有。甭管他哪个叫啥，我一样，我就说这俩我肯定不会的。他从哪儿长大的，可能就习惯了，对吧？